像戴珊丽提问，联合民说你很陈时中很像2014的你，全台湾都在关心他的选举，你觉得你跟他会像吗？基本上是这样的，2014年民进党也帮助我选举嘛，我知道现在目前陈时中的这种竞选团队，你知道吗？其实里面那些主要的这种计划都跟2014年我很像，不是这样的哦。广告公司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如果产品不一样，最后效果在市场上卖的效果还是不一样。